靠，多消一组墨。哎、欸，刚刚那个版面我把它全消，我就是那管太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可能就没注意到。大家不要这样子啊！脏话太大声，我阿妈听到了。刚刚问我说在看什么，为什么骂脏话？对不起。可是我不骂脏话的话，人家就会说我为什么不骂脏话？真的是两难哎，两难。有时候哦，脏话是很难够，很难不骂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会憋出内伤啊！巴西。哦，巴西哦，这边我是觉得，左下角没转到，哎，点将，带走，没有带走，发，滑掉。差一点久哎、欸，没有转，没有转好。嗯，老师、欸，吕布造型一次通关，左上角历次关是双阶段，这个直接先把它干掉，看一下。应该是带走了，转不好也要问候林老师，当然了。这边的话，开一只好了，开一只吕布啊，没开到。还请问大大，你有时你会耍色色的笑话或言语吗？还有动作，谁可以帮我回答一下？这边要仔细。两组，一组，水一组。等那个冰冻消掉，好。水一组，木一组。这次有了吧，血这么厚，好，这边有一个仙宫，哇， 6020，哎、欸，还好，还够，血多少啊？140万，这边直接打应该就死。没仔细看，没关系，开个奥丁。可是他有那个呢，两维尔都是比较麻烦的，所以这边开主神之威好不好？开个真伤啊，两维尔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没有转到左右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直接开女武神。各种意外，
直接带走。然后下一关是召唤小怪两秒转，这蛮靠北的，蛮靠北的。我们这边，因为珠子有点远，所以我这边选择开这个。右边暗珠，一看就是故意留下来的啊，对不对？合理。带走。金老师哎、欸，怕没戏哎、欸。两秒转珠，这个也是一个考验这个手转的地方。没招式，还好啊 ，CD2。好。剧本有点乱，我的剧本就是没有剧本啊！啊，大家记得帮我按个订阅，看今天能不能破八万三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！哎，这边15颗哦，15颗，做个5颗好了，现在5颗，5颗，5颗哦，10颗。十颗，15颗有了，先小力敲他，然后这边再开吕布，干爆他，不是干爆他，打爆他好不好？哎，然后我们来到这个最恐怖的一个地方齁，就是这个月宫，不是啊，全版冻结，单集800万，挡不了一下的话呢，我们这个蜘蛛也要开下去，1、2、3，然后这个开下去，赛特开下去，赌神之威，加这个女武神。加龙科，哇，应该是可以破啊。好啦，这个很轻松就破800万了啦，很轻松。我看一下水火木齁，这个很简单啊，这个很简单点。这样子就好了。不要手消就好了，不要手消到。这样子就通关了，吕布很简单。干，怎么觉得吕布比易贤那期还简单？前提是要有赛特啦。哎，还刷新记录哎！好，吕布就这样打。